听说阿伟昨天去偷看面摊小鲜肉洗澡。世间情是何？这辈子我跟定你，只想偷看洗澡。阿伟，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？阿伟，你怎么可以去偷看小梁洗澡？你怎么只有带情人去，没有带我？八大综合台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一起干大事。